这个家伙已经挤爆了机车了。喂，新伙伴，你的请假当然不要。新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樊金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鱼。我们没有朋友，我们没有朋友。第三个伙伴就是他。我在奇怪的路上，他明明觉得说，但这个怪大叔怎么在这路上？一路上饱受各种眼光的歧视，甚至还有偷拍。一路把他载回来，我的好伙伴。对，决定让你们决定他的名字。以后我们拍片的伙伴，他就会坐在后面看着我们拍片。对，所以大家有什么好的点子或是喜欢的外号，请在影片下面做留言。现在是1月13号，对，现在1月13号，再加14天，我们到1月27号做截止。1月27号，对，好，1月27号，对，到1月27号，然后我们从 YouTube 下面的留言去挑出我们觉得最好的，然后被我们挑到的话，就送出一支战士鼓掌。你创的名字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从下面的留言随机挑出一个送出。一部公仔，所以大家赶紧踊跃来留言吧。我们带熊回来之后，第一个动作是马上做了1000倍的浴缸实验。至于什么1000倍，大家请来去到奇伟频道看看。我把他的影片放在下方的说明栏。对，还有连结，就是框框啊，都可以去点点看。对，都有，去点点看，去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好事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期末考顺利啊！祝大家期末考爆发，然后好好度过愉快的寒假。各位，寒假见。我是晴雨，我是樊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疗愈哦，好喜欢哦。那就会摆在我们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不是，哦，好痛啊！